身体都非常不适，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因缘，你想说让孩子们能够强身？我这个ACC 的小朋友要练少林武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因为大部分非洲的乡下部落缺水甚至没有电，就像战后的台湾一样我们以前我刚出生的时候，台湾的乡下也是没有自来水，电呢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五烛光。我今天这个戴眼镜就是那个时候躲在蚊帐里面看漫画书看什么。那个时候我记得五毛钱租三本，那我们几个好朋友他租三本，那么这三本呢那两天内一定要还嘛。那我们如果四个五个始终的两天内不是看三本除了正常功课以外15本的漫画书要看，那只好晚上加班躲在那个蚊帐里面无烛光看着这个近视眼。因为缺水缺电卫生习惯就比较不好所以部落里面的小孩脱血的问题还有这个肚子有虫的问题。今天这个小朋友在这里，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今天的非洲的贫穷疾病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跟我们的小朋友说，假如20年后、30年后，非洲的命运再不改变，每一个都有责任所以他们现在要很努力要负担起改变非洲这个宿命的这种使命。那我们现在在说非洲所以大家不要怪他们他们也是一样也是受害者。那非洲的部落除了缺水缺电，还有很多地方是缺食物营养不良没有医疗保健系统甚至它是艾滋病的原发区。想想看，每一个国家 HIV 带源是40%，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平均寿命是34岁到37岁，这些数字你们就知道健康情况实在是很差。我们 ACC 不是说要养30个50个，我们至少300、500，每个 ACC 都要300、500以上。甚至将来整个非洲地区呢，几千几万的小朋友，我们都要来收养。那么这么多的小孩，吃饭是一个很大负担假如他生病要吃药，其实我可能会不管管。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说，他们一定要身强体健，他们要增强免疫力不能生病，不能吃药，那我就可以多养几个，这是最初的一个想法。第二个想法，少林功夫其实也是佛门的文化，禅武合一动静一如的一种修炼，他会功夫了，他不怕困难，不怕痛苦，他可以更加的有勇气跟信心来面对人生，面对未来。这个再来第三个呢，非洲大部分的国家处在不合适的因缘太多了。这些小孩我们都是当作是自己家里的小孩，那么自己家的小孩，你想想看，你家的小孩将来养大了放出去，然后在非洲那么多不可知不可测的因缘下，你能安心吗？所以我说他们假如身强体健，他们反应灵敏他们不怕困难不怕痛苦那我就放他们出去就很放心所以我们就要求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之下过来的。谢谢法师哈。那么我们也想访问一下我们在场的这12位小天使哪一位可以代表我访问一下？好，来，您来我下来好了，来告诉一下您叫什么名字？
叫阿粉。阿粉。阿爸，阿爸。那么这一趟下来哈，以前你都是走台湾、东南亚，这一趟第一次到美国来，你可以跟我们在场的叔叔阿姨们讲讲到美国来的感想。这是到美国，我觉得是一件事情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非洲小孩子就是很难到这些文像美国，在非洲呢就是算是第一批非洲小孩能够来到美国，就是我们在非洲根本没机会可以来到这些国家，这样子。我曾经看一个报道，就是说访问你们另外一个小朋友，就说你们回去时候想把看到这些回去告诉你们部落的朋友。那曾经有一次呢，有一个小朋友说啊，他回去告诉他们，他不相信，因为呢这边的高楼他没有看过，他们相信的高度只有树这么高。所以你这一次看完之后，你想带些什么东西回去给你部落的朋友？是，这是我回到非洲我跟大家分享我看到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有不同的东西，像这些房子是真的，因为一些在非洲部落一些小孩子也看过这些房子，也是这些不同的东西，这样子。好，那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吗？一些人会，一个就是一些人会不相信说的这些话，他们会讲，我会讲这样子，因为没看过。对，很难哈，因为没有看过，也不见，实在很难相信。那么，想再访问另外一位法师，能不能再介绍另外一位？阿乐是，来，阿乐。你是要做国防部长那位吗？不是的，我记得是。来告诉我们一下哈，因为你们有这样子机会到 ACC 这边来学习，那有没有想到我将来毕业以后我要做些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可以把我学到的带回给我部落的朋友？是想长大以后当一个教育部长，因为当个教育部长才有机会让更多人在马来文学习，就是能够效仿学习。我相信啊，非洲爸爸听到了一定很感动，因为非洲爸爸一路上就是很强调教育，因为唯有教育才能够救自己，也才能够救国家，更能够救这个世界。所以呢，你要好好加油，好好念书，我们期待你做教育部长。各位法师还有没有再介绍一位？哪一位？这您是国防部长的吗？大家对你非常有兴趣哦，你能告诉我一下为什么你的目标设在国防部长？我要当国防部长，因为我要把少林功夫交给非洲的人，又要改变非洲的命运。您在学了少林功夫之后，你为什么会觉得少林功夫可以改变你国家的命运？我从小喜欢运动，然后有时候就是因为在部落很穷，所以有时候去那看电影，所以看到那功夫片了，所以我从小就是喜欢功夫，然后我长大时候想要当国防部长。不要所有的马来军人去少林功夫。明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明天的节目有很多，有唱歌，有非洲的舞蹈，还有少林功夫。好，还没有买票的叔叔阿姨，不要忘记了，我们前面会长坐在这里。没有买票的，我们一定要赶快去买票，因为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我们非洲的孩子，将来的我们的教育部长。
跟我们的国防部长，我好荣幸坐在两个部长中间，借过一下。来，你呢？你将来刚才是说你要做什么？我将来要做律师。哦，你知道吗？我们在场也有律师阿姨，那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场另外还有律师阿姨，为什么你要做律师？因为我要帮助我的国家，还有很好的人。对，律师是主持公益的。那有你在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加油！好，谢谢。来，跟我们讲几句话。你刚才说你想做什么？刚才没有。我刚才没有说。刚才什么？我小的时候，我的希望是。成为功夫明星因为我想我当这个功夫明星呢，可以到一百，也可以到介绍我自己的，也可以介绍一些些一些些多人，可以把一些些多人让这个可以呢，有帮助，不是小朋友，是现在夜晚功夫明星在夜晚是当了一个功夫明星，现在的用程是想当，因为我。是，那么我在非洲呢，没有英国人多，在能做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工作呢，所以我在想，如果能我能成功，所以我想以后很多情况，那应该自己可以做自己想，没错，帮助。说刚刚那个北人，他是叫温说，然后你有什么事情，电话可以请教，记得吗？好，那就经常写信给这位北北，然后将来工作就靠这位北北了。好，来，你讲一讲。我是阿赞，我长大以后，我需要成为一个军人。为什么我称为军人？就是说，我要保护我的国家，就是这样。这些孩子不要看他们年纪轻，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要当一个军人，保护自己的国家。这句话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我们都只想自己，很少想到国家。他讲出了我们年轻的心，而不是现在的心。加油！我的梦想就是我长大以后要当总理。为什么要当总理呢？就是因为我出来看到很多国家打到现在很发展，可是我们的非洲马拉维呢到现在贫穷，所以我需要我长大以后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把马拉维可以变更好的一个国家，谢谢。听了这些话，实在真的是很感动。心有多大，量有多大，愿有多大，你就成就有多大。一个总理的心，他不在于自己，他是希望他的国家更强。你让我学习到很多，我们也在听听其他的小朋友，祝你这个美梦成真。来，我们刚才是从哪里开始？还有两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说了，我长大我想当一个歌唱明星因为我要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认识我这样才能赚很多的钱帮助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让他们像我一样幸福的成长。年纪大了，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会跟孩子不一样，他们的心永远是放在别人的身上。昨天还在跟慈济林师兄在讲，李师兄说，你每个人心中有一把尺，那这把尺是看你放在别人身上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我希望你将来会赚很多的钱，因为你的钱会用在更多孤儿身上，你将来也会是个好爸爸。
刚才在讲，就是我以后要当医生，因为在马来有很多就是生病的，所以呢，还有就是医院的环境不是那么好，就是我以后要改善医院的环境。可是，一讲到这个医生呢，我有一点害怕，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想当就是开刀的医生，可是我一看到有人受伤，我就害怕，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没关系，医生有不同的科，如果你怕开刀的话，你可以做小儿科或做其他的，我们都有综合科都可以。我们在场也有叔叔，他们也是医生的。但是你这个愿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医生可以从人的痛苦之中然后解救出来，所以呢好好加油。我希望你将来当医生的时候也可以照顾更多的人，然后你没有钱的时候，有总理，有教育部长，有国防部长，还有歌星，我们通通都在。这些是你的好朋友，将来都可以帮你拿到钱。好，我们看到我们前面三位，好，站起来好吗？来，我们站起来。你是万想，你是万景跟万象。好，来，我们这三位我们可爱的女孩，我们来讲一讲，来跟大家讲讲话。大家好。我的名字万万香，是下底香歌星。我目前就是，我觉得听，如果可以听，因为我是有点，就我以后看自己成为一个歌手，哇，免费都可以让乐和世界都了解，可以做点音乐和文化，利用可以表达我听到的心情，用唱歌来我的心情。谢谢大家。我不能他问我说：“你知道开心？”
快心的意思吗？我说知道，是快乐。然后他听了之后，他就笑了。然后他告诉我是用到开心。开心在。然后我听了之后，我也希望长大以后可以当一个开心赞的医生。谢谢你们。听到他们讲的这些话，我想我们在场的我们这些叔叔伯伯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第一个呢，是在由慧理法师的教育之下，这些孩子不但有我们中国人的我们的伦理的人文的这些精神，同时呢他们有这种博爱的精神。由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国家的未来，就诚如慧理法师刚才说的，现在非洲的状况跟这些孩子没有关系，二十年后这个社会的资源就在这群孩子的身上。如果二十年后他们的国家还是现在这种情况，那就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慧理法师一路带领他们，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环境学习成长，让他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未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很感谢有这样子的因缘，能够认识慧理法师，也认识这12位小天使，我们再一次谢谢他们。